国际上的自然疗法，还有包括音乐疗法。音乐疗法是通过音乐的节奏来调整心跳的节奏，这样的话呢，透过一种共振的方式，共鸣的方式，来促进整个机体的改善。当然音乐也可以用于放松，也可以用来冥想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系统，我们在整个调理过程当中时常会用到它。我们应用让你悲伤的音乐，让你振奋的音乐，让你充满信心的音乐，和让你感觉到流连忘返，让你充满了梦想，各种不同的音乐来调节你的情绪，调节你的整个感受。